好像是做17岁。对。走进机舱，台中市长林佳龙和华航董事长何暖轩比邻而坐，玩心大起，一把抱住首次曝光的石虎抱枕。这个摸了就很有亮了，幸福感。头垫纸缤纷可爱，而且每个座位上都还有像这样的石虎靠枕。吉祥物来虎化身一日空服员，与空姐大跳花博飞机舞。下个月台中直飞东京首航，省去扛着行李到桃园的舟车劳顿。中进中出，会成为我们台湾啊。这个未来观光旅游业在发展了，再创高峰。这个航线呢，我们规划了蛮长的时间，那也得到日方的核准。核准之后，我在第一时间会跟市长有通电话跟他报告。台中海空港更加便利，也让市民有感。最新民调出炉，宜居城市投票，台中连续三年蝉联第一。航线跟航班越来越多，这当然也是代表这个城市啊蓬勃发展。我们也感谢这个市民对我们。未来想出国说走就走，随着彩绘飞机翱翔天际，也让更多人看见台中行销花博推向国际。三立新闻吴宗哲、陈怡姐，台中。